大家好，我是汪红成。过往学校假期，父母都曾多次带领我到中国旅游和参观，我深深被中国的美景、历史文物和宏伟的建筑吸引，也同时萌生了我向往学习中华传统艺术的兴趣。十岁时的我就开始加入华乐班学习二胡，当时虽然技艺掌握是属起步阶段，妹妹也常取笑我拉二胡是在杀鸡宰鸭，但是我并不气馁。我知道只要常练日久功夫深，铁杵岩能磨成绣花针。如今的我可以掌握好二胡的技巧，还能站上华丽的舞台演奏出美妙的歌曲。中华乐器的奥妙也促使我更渴望地去学习各种不同的中华乐器，例如琵琶、扬琴、古筝和笛子等等。